其实他没有太介意，他会上报纸或者上电视之类的。他说，只要他那个照片是帅帅的，他就没问题了。对。其实我们合照是有的，但是我们其实也比较少去放上网去对，因为我们觉得合照自己开心自己看就够了。对。结婚其实这个话题我们也有讨论的，但是因为我们都我们工作上也是在努力的阶段呢，还有在这个时期其实努力工作赚钱是最重要的，所以结婚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可能是迟一阵子才会去继续深入讨论这个事情。